제 16회 똑바로 가세요. 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特别漂亮，是哪儿？那个地方很特别，除了这点以外，还可以领略到韩国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。 宗教文化，哎，可是扬帆在哪儿啊？扬帆啊，快点来啊！哦，你拿来那些干嘛呀？这个佛像、佛珠，没错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，在众多寺庙当中，以千年历史文化而著名的龙门寺。哇，在寺庙里生活，倒是蛮好奇的。我倒想去龙门寺去看一看，到底有什么好奇的东西。好啊。 화장실이 어디예요? 화장실이 어디예요? 똑바로 가세요. 똑바로 가세요. 가자. 어, 하이밍. 那是什么? 저게야. 这个是我新买的数码相机. 怎么样，不错吧? 哇，很好啊！那就给我们照几张漂亮的照片吧。当然没问题了，那就摆几个好看的姿势啊。好，这段可以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。嗯，这么多。一、二、三。哦哦，这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什么事啊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有人在前面把路给拦住了。什么？有人把车给拦了？哎呦呦！哎呦喂！ No, 我没干，这也算是野营车啊。就这装修，看看这装潢，太差了吧！哎呦，哎呦，来点丝绸的多好啊！太差！您到底是谁啊？怎么随便到别人的车里来，还说三道四的？说的是对呀。 请下车吧。哎呦，哎呦喂，这位小姐，说话挺有教养的嘛。叫你们的车主出来，我要见他，马上就叫。我们是这车的主人啊，怎么样？既然现在知道了我们是车主，请你马上下车，就是现在，马上。你们这是这车的主人吗？嗯，没错，我们就是啊，怎么的？那。 大哥，我想借用一下卫生间，我真的很急，能借用一下卫生间吗？什么？这位先生，你要做什么？你就是因为用这个卫生间，所以把车给拦下来的？对啊，这位漂亮的小姐，我真的很想去卫生间。嗯，化妆室里有的哟。什么？化妆室里有的哟。 好像着急啊，但是好无理，不喜欢烦我不要。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大哥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吧，拜托了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把这块金表给你都行。不，我们原谅你，我们原谅你。不是，现在去吧，去吧。我真的可以去吗？哦，太感谢了，谢谢。 我刚才修下他的金表好了，还能当野营车修理费用啊？什么？这沙发也可以换成丝绸的呀？什么？화장실이 어디예요？화장실이 어디예요？
啊，刚才真是吓了我一大跳。那个人实在是太无理了。嗯，但是这个玩笑而已啊。对，只是玩笑。不管怎么样，刚才两位太辛苦了。哎，我们该进行学习今天的韩国语了。是啊。我们刚才用到了理由当中问所找的地方的位置的时候，可以活用到的一句话：화장실이 어디예요？ 화장실이 어디예요? 화장실是卫生间，还有어디예요就是问位置的时候用的一句话。嗯。화장실이 어디예요？화장실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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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어디예요？海明，嗯，现在很闷啊，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？好啊，玩什么游戏啊？ 星爷，上次我们玩的那个游戏，是那个。嗯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一个找宝物的游戏，很好玩。是吗？那游戏规则是什么呀？先把眼睛闭上。嗯。然后呢，跟着我们说的话去找宝物就可以了。好啊，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开始。嗯，好吧。那玩个游戏吧。嗯。再见。哦，什么呀？这是。 海明，你先把眼睛遮起来。眼睛？为什么？遮起来。快点，我们。嗯。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准备好了。嗯。好。那么，海明。嗯。一直走，똑바로가세요。똑바로가세요。这是吗？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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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。往左走。 왼쪽으로 가세요. 왼쪽으로 가세요. 왼쪽으로. 아, 不是。 왼쪽으로. 왼쪽으로 가세요. 왼쪽으로. 走. 응. 왼쪽으로. 왼쪽으로. 走. 停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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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. 往右走. 오른쪽으로 가세요. 오른쪽으로 가세요. 오른쪽으로. 응. 走走走走，还要走吗？哦，走走走，再走点。啊啊！成功了，是不是外面呢？杨帆，我们快点去吧。哦，出发喽！所以，等等我，带我一起走。海明，快呀，快来！我们先走啦。快来，海明啊！哇，你们太过分了，带我一起走，等等我。 똑바로 가세요. 똑바로 가세요. 你们俩也太过分了，害得我跑了这么长时间，气喘呼呼的。好久没有尝试过今天这样的童心的味道了。 像现在这样找场所或者找路的时候，我们用韩国语的有这样的三句话。我告诉你们，先 똑바로 가세요， 똑바로 가세요 就是一直走的意思。还有 왼쪽으로 가세요， 왼쪽으로 가세요 就是向左走的意思。还有，那我们说那向右走的怎么说呢？ 오른쪽으로 가세요， 오른쪽으로 가세요。 똑바로 가세요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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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왼쪽으로 가세요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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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오른쪽으로 가세요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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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与刚才那些寺庙不同，能够真正领略到古刹之美的龙寺庙。是啊，既然我们看了这么多美丽的风景，接下来就剩下观光了。那咱们就去把心灵清静一下，走吧，好吗？走吧，走吧。这里是位于京畿道阳平风景优美的龙门寺，龙门寺，在龙门寺可以体验寺庙寄宿的感觉。 寺庙寄宿是通过体验寺庙生活、学习韩国的古有文化。哇，这里真的好神圣啊！嗯，空气很清新。嗯，哎，你看那个寺。哦，我们去那个寺去看一下。好，快去吧。好，走啊。寺庙寄宿有各种各样的节目。
其中有礼节教育，还有梵钟、打钟等文化体验。其中最受人喜爱的节目，要算是制作念珠了。念珠是一种携带在身上就能受到保佑、招福驱魔的佛教用品。到了深夜，就是静静地坐下来参禅的时间了。参禅是回顾过去，通过反省计划明天的一种放松心灵的时间。 到了黎明，就能够体验一把108拜了。祈祷心中的愿望，拜108次佛，对心灵减压也很有帮助。在寺庙里追寻一种文化体验，可以体验心灵平和的龙门寄宿舍，欢迎大家的来访。能够体验韩国传统佛刹的地方龙门寺，从首尔出发坐汽车。 到位于京畿道阳平的龙门寺，大概需要1小时20分钟的时间。如果坐火车从首尔的清凉里到龙门的话，大概需要1小时左右。祝您旅途愉快。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韩国语。如果你要问卫生间在哪儿的时候，这样可以说화장실이어디예요？화장실이어디예요？ 还有今天我们又学习了关于方向的表达。如果你要说一直走，就可以说 똑바로 가세요, 똑바로 가세요。 如果你要说向右走的时候，就可以说 오른쪽으로 가세요, 오른쪽으로 가세요。 向左走就是 왼쪽으로 가세요, 왼쪽으로 가세요。 화장실이 어디예요? 똑바로 가세요. 一定要记住哦。今天的旅行怎么样？高兴吧？像是头脑清新的感觉，真的是一次很好的经验啊。是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进我们的网站 www.alilang.co.kr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，和我们一起清闲的旅游。好，大家再见。下次见。拜拜，下次见。